你想吃什么呢？你猜，因为你知道我平时最爱吃什么吗？我知道了，苦，苦，是吃苦吗，宝宝？有一个东西比食物比苦还好吃，这是我最爱吃的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什么呀？吃亏。你亏吃的太多了，不想再吃了。那你想吃火锅？